杀手教学篇第六式，二龙戏珠。完整演练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讲第六式二龙戏珠。踹起手，上左脚，右手隔，左手压，右手从腰间向前插指，双手插指。好，再看一次。上左脚，重心前移，右手隔，左手压，右手从腰间插出去，直击对方的眼睛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讲解双龙戏珠的实战运用。好，对方用拳击打我的面部，我右手隔也可以，左手压也可以。好，击打面部我们压，双手变直，压一些同时击打对方的眼睛啊，在压的同时，压的同时你不要压完然后再出，如果压完再出，对方的右手就已经击打你了啊。一定是对方出右同时，我压打同时进行啊，一个是防守，一个是进攻，连削带打。我压的同时，我压的同时就已经出了，不要等我压完然后他的右拳就已经击打我了，你没有时间去做啊，插我的眼睛，没有时间去拆。好，